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 Nina。今天呢，我们在东谷旁边的城市安大略来看一栋新房。那这栋新房的位置呢非常的好，它在东谷和安大略的临城处，位处 Costco 的正对面，东谷的好事多的正对面。那么最近呢，因为东谷大华即将开业的消息已经在朋友圈传开哈，那么这个盘呢现在也变得非常火热。那我们现在要参观的呢是它的第一个户型，最小的户型，也是最经济实用的，跟我一起看一下吧。
上呢就是今天户型一的视频，那么户型二和三呢 Mina 都有拍过，可以去翻阅我的安大略房产进行查询。那么目前呢这个盘是出到第五期，第六期的房源呢马上就会出来，如果提前选房的话需要先上它的等待名单，如果感兴趣的话尽快联系我们上等待名单，拿下一期最好的好价钱南北朝向的好房源哦。我是 Mina， 感谢你收看我的视频，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